10月20日，演员张文和金恩顺在三亚举行婚礼，两人婚礼现场曝光，迅速引起网友关注。画面中，张文和小武都穿着中式婚服，女方的父母也来到了三亚。张文在文中写道，敬一碗茶，约一段姻，从此日出有伴，并艾特了金恩顺。随后金恩顺回应，敬一碗茶，结一段缘，从此日落有念。张文爸妈穿着红色上衣，两老打扮非常喜庆。虽然金恩顺是韩国人，但婚礼却是按照中国的习俗，其中包括给爸妈敬茶、父母给孩子红包等。金恩顺亲吻丈母娘，而张文则是亲吻爸爸，一家四口，画面非常温馨。由于金恩顺的妈妈远在韩国，对方只能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送上祝福。据悉，小武的爸爸在他小时候就去世了，所以视频中只出现了妈妈和姐姐。此外，张文还晒出了多张浴袍照，画面中他的身材纤细，一头长发披肩，状态维持得非常好，力破了之前的怀孕传闻。如今的张文事业爱情双丰收，最后也希望他和小武能够永远幸福。